Packed up and ready to go.首先是游戏里面的 FOV， 这是没有调之前的 FOV， 这是调了之后的 FOV， 调了之后视野更大，但是看到的人物会更小。然后是移速， FOV 越小，自身感觉的移速就越慢。如果 FOV 拉到最大，也就是120，那么走起来移速会感觉很快。接下来是快速投掷，快速投掷官方默认键是狙键。我把它修改成了数字键一键左边那个按键，因为官方默认狙键很容易误触。低姿态可以改变我们的移速，官方默认键是 Home 键。我把它设置成了狙键，因为狙键刚好在左手的地方，而 Home 键不方便按，所以我把它设置成了狙键。斜距枪相对于瞄准镜瞄准会有更大的视野，官方默认键是 O 键。我把它设置成了 H 键，因为这样便于切换。这是没关掉瞄准放大之前的效果。这是关掉瞄准放大后的效果。墙下挂开关包括墙灯，默认键是鼠标侧键，我把它改成了用滚轮来开关。现在调的是灵敏度。现在调的是 FOV， 现在关掉的是瞄准放大。现在设置的是枪下挂的开关，也就是枪灯的开关，我把它设置成了鼠标滚轮开关。现在设置的是斜距枪切换，我把它设置成了 H 键。现在设置的是快速投掷的开关，我把它设置成了数字键一键左边的开关。现在设置的是低姿态切换的开关，我把它设置成了狙键。设置完之后要记得点击右下角的按钮。Work your voodoo on me. Black magic. The things you do to me, yeah. Black magic. Just like that. Black magic. You work your voodoo on me.